连体相生兄弟中人中义，因的分卦手术，1979年9月初十透早7点开始麻醉，进行到营养时8点外。台大病院拢总有30多位医护人员参与。骨肉相连的兄弟，两个人出事2年8个多月了后，分开过日子。西安事变就是军事政变。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的后生张学良，在国共内战的时期，被安排来台湾。1992年9月初十，当时已经92岁，在北投接受中国记者的采访，除了讲伊身体的状况，也针对台湾和中国的关系提出伊的看法。不要我们做件好不好？白晓燕的案件，两人提钱做一件，拢是陈进兴做的。1999年9月初十，伊去用讯问，高院进行严肃辩论。陈进兴承认讲拢伊做的，面对证据，伊讲心情真平静。